是周华健，华健的歌。什么歌啊？叫什么名字？名字是？叫什么名字？就是周华健的歌。好。爱莫能助啊我。回答超时。哦。公布正确答案。周华健一起吃苦的幸福。哇，太长了这个名字。太长的名字了。下一题吧。轻轻的我将离开你。我知道。什么？哇，你这个对了，我跟你讲 ，respect。我也知道。哇，你知道吗？但是我让你答一下。不行不行，你说你知道。我知道。好，给他十秒。我知道。万水千山总是情。对了吗？回答正确。Yeah! Yeah! 太厉害了！恭喜。好，下一首。好。那个叫什么？伦巴。啊，我知道。对啊，这么熟，什么东西来的？等，哦！站起来！快点！啊，我什么？快点！哦，我知道，快说，我知道。我知道。你敢说你知道吗？你知道什么？你说。新年经常唱的。财神到啊！财神到吗？不是，是刘德华吧？哎，有点像。左手一只鸡，右手一只鸭。哎，有点像那个旋律。有。我知道。我快站起来，快站起来。三二一。祝福。你说。噔噔噔噔噔噔噔。祝福你。祝福你。噔噔噔噔。好嘞。回答正确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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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祝福你啊。祝福你。完了，我觉得黄老师蠢蠢欲动。黄老师要站起来。黄老师，嘘，再听一下，继续弹。万岁礼物，真的对着我的眼睛。唱错了，不是这一首，再弹一下吧。长一点可以吗？欠你幽魂，这绝对是欠你幽魂。回答正确。哇，2分2分。哎，苏苏，你这个团建，你真是在吃饭的吗？没有，我在努力工作，其实，脑力工作。努力跟我在哪儿？努力在脑子一直在转动，高速运转。你刚刚这首歌我们都编过，我知道呀。星火前面不是弄了一个那个笛子？对，是不是？啊，是啊，是的。他真的是来吃饭的。是的。没有，节目里面我没改过这首歌的。当时我跟艾热在一起，其实就改的是这首歌。艾热的稻草人是这首歌改编的。啊，是吗？你还记得那首歌是吧？我记得。对啊，是改的这个呀。被碾掉的梦。所以星火那个是采样的，是就是这首歌。对啊。哦。